虎扑12月24日讯，今天 CBA 常规赛浙江主场迎战山西的比赛已经结束。全场战罢，历经一个加时，浙江以94-106敌山西。本场比赛，浙江尼古拉斯·拉科塞维奇出战27分钟，11投5中，罚球6投4中，得到14分11篮板1抢断。不算本场比赛，拉科塞维奇本赛季场均出战 10.1 分钟，可以得到 8.3 分 5.4 篮板。来源：虎扑标签浙江。